安哥开25年了哈，哦，这个很出名的哈。啊，安哥开25年了。哇，历史悠久。啊，历史悠久。你们到65岁啊？啊，45岁啊？还可以做到100岁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能够保证的呢哈。啊，早起比高高级。哦，高高好，比高高级啊。高高级，早起。下午在这边，哇，你一天做几个小时，安哥？啊，习惯了。习惯了啊，困累啊。累不累啊？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习惯了做啊。习惯要做啊，没做啥比赛啊。做，做好过日子啊。对哟。嗯。要做啊，身体比较方便，你长期那个时候。哦，是哦。 我买宽的，宽的三个香蕉，宽的三个香蕉的一个花生啊，没有花生了啦，啊，三个香蕉一个宽啊，三个宽一个香蕉，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是火腿的，就跟很，OK，全部好了，全部好了，多少钱，安哥？ 三个块是那个香蕉，2块，7块6，7块6，老婆，3块，4块8块。啊，老板请客。没有。哎，我们还有买什么啊？火腿肠、猪杂汤。没有了咯。没有了哦，沙爹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买那个糯米？你买糯米啊？没有。 OK 好，OK 好了，就是这样了。